小伙子，粉丝给他取了一个小名叫做进口小哥哥，他的名字叫做，是的，没错，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迪玛希。而且呢，我们湖南卫视也是通过节目的形式，在一带一路上搭建起了许多有益的桥梁。我记得韩哥在2017年的时候还去到了非常美丽的克罗地亚。是的，去年呢是中克建交25周年，受到克罗地亚驻华大使馆的邀请，我们天天兄弟呢一起去到了地中海明珠之称的克罗地亚，让我们感受到了克罗地亚人民的那份浓浓的热情，也感受到了他们风光旖旎的山水。今天我们也非常的幸运，可以听到一场中外的音乐交流。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中国的青年钢琴家吴牧野和享誉世界的钢琴圣手马克西姆·迪玛希为我们带来《一带一路》上的动听乐章。有请。